揭秘，林彪的四野十二个军各军长、政委、参谋长都有谁？林彪的四野十二个军各军长、政委、参谋长都有谁？一、第四十军军长韩先楚，政治委员罗顺初，参谋长刘希元，麾下第一一八师由原第七师改称师长邓瑞，第一一九师由原第八师改称师长宁贤文，政治委员刘光涛，第一二零师由原第九师改称师长郑固林，政治委员李改，第一三五师师长管松涛杨树元，政治委员蔡炳辰马义之。二、第四十五军军长黄永胜陈伯钧，政治委员邱会作，参谋长黄虎显，麾下第一三三师由第二十二师改称师长张万春，政治委员谢明，第一三四师由原第二十三师改称师长钟明标曲古贤，政治委员谢家祥，第一三五师由原第二十四师改称师长丁胜，政治委员韦祖珍壮族，第一五八师由冀察热辽军区独立第四师改称师长李道之，政治委员王小生。三、第四十六军军长詹才芳，政治委员李忠全，副军长杨梅生，参谋长彭寿生，麾下有第一三六师由第二十五师改称师长曾永雅，政治委员徐光华，第一三七师由第二十六师改称师长萧全夫，政治委员李振生，第一三八师由第二十七师改称师长任昌辉，政治委员王文，第一五九师由原冀察热辽军区独立第七师改称师长陈宗坤，副政治委员曾凡友。四、第三十八军军长李天佑梁清楚，后政治委员梁毕业，参谋长曹李怀江雍辉，麾下有第一一二师由第一师改称师长江雍辉杨大义，政治委员黄玉坤，第一一三师由第二师改称师长唐青山，政治委员李行，第一一四师由第三师改称师长刘贤玄，政治委员方国南，第一五一师由独立第十师改称师长赵东环曹探章，政治委员蔡明。五、第四十七军军长两星初曹李怀，后政治委员周赤平，参谋长黄伟华，政治部主任李基，麾下有第一三九师由第二十八师改称师长贺庆基，政治委员燕福生，第一四师由第二十九师改称师长刘转连刘子云，政治委员陈发红，第一四一师由第三十师改称代理师长叶建民，政治委员张百春，第一六零师1949年三月由东北军区整训第一师改编师长朱子修，政治委员李喜彭青云。六、第四十九军军长中委政治委员袁生平徐滨州，副参谋长王抗，麾下有第一四五师由第三十四师改称师长温玉成沈启贤，政治委员谭友林陈德，第一四六师由第三十四师改称师长王奎先，政治委员厉在山，第一四七师由第三十六师改称师长沈启贤，郑贵清，政治委员王建中，第一六二师由东北军区独产第十三师改称师长张万春，王兆湘，政治委员陈德、徐明。七、第三十九军军长刘震，政治委员吴法宪，吴信全，后麾下有第一一五师由第四师改称师长王良泰，政治委员李世安，第一一六师由第五师改称师长吴国章，政治委员石英，第一一七师由第六师改称政治委员李少元，第一五二师由东北军区独产第七师改称师长罗华生，政治委员邱子明。八、第四十一军军长吴克华，政治委员莫文华、欧阳文，后第一二一师由第十兼顾耐用改称师长蔡正国、左燕、
政治委员李秉令第一二二师由第十一师改称，师长田维阳政治委员吴宝山第一二三师由第十二师改称，师长江谢元政治委员张秀川第一五四师由东北军区独立第二师改称，师长左翼卢彦秋政治委员曹传赞。九第四十二军军长万一吴瑞林后政治委员刘兴元第一二四师由第十三师改称，师长徐国富代理师长狄义东政治委员丁国玉第一二五师由第十四师改称，师长彭荣飞政治委员谭文邦第一三六师由东北军区独立第九师改称，师长廖促福政治委员钟民。十第四十三军军长洪学智李作鹏后政治委员赖传珠张时明后第一二七师由第十六师改称，师长李作鹏王东宝政治委员刘锦平第一二八师由第十七师改称，师长黄荣海政治委员宋维世第一二九师由第十八师改称，师长袁杰三政治委员孙正第一五六师1949年下调归江西军区，师长邓克明政治委员中人访处侍奉。十一第四十四军军长邓华方强后政治委员吴富善参谋长高体干黄忠诚第一三师由第十九师改称，师长徐少花邓东哲政治委员邓东哲姚国民第一三一师由第二十师改称，师长刘树刚刘永元政治委员刘永元罗九荣第一三二师由第二十一师改称，师长李化民徐少花政治委员朱敏钦第一五七师1949年6月调归江西军区，师长曾静凡代政治委员于英川。十二第四十八军军长贺晋年政治委员陈仁林参谋长第一四二师由第三十二师改称，师长欧志富政治委员谢唐仲第一四三师由第三十二师改称，师长李光辉张光法政治委员刘陆成第一六一师1949年6月调归江西军区，师长韩梅村政治委员钟辉。